大家好，我是文华，我今天在我的阳台要给你报告 The View from Taipei， 就是这周台湾新闻焦点从台北报给全世界，最好一分钟之内来开始。这周柬埔寨媒体控民进党跟柬埔寨在野党合作干涉内政，民进党 Foreign 勾连，有的分析就说这份新闻是假的，而是企图影响亲中政府柬埔寨政府的判断。无论如何，将来跟东南亚各国应该更密切的关系当中，两岸的政治性代理人战争会常出现吗？如果这样，台湾政府应该要怎么处理？另外，这周台湾执行年度国家防灾日的演练，原则上，中央气象局发布警告讯息到全国人的手机，但是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没有收到。引发不少网友问，真正灾害发生之后，政府的沟通设备全面准备好了吗？ HTC 跟 Google 宣告新的合作计划，包括 HTC 的手机 ODM 团队要卖给 Google， 2000 HTC 人员要将加入 Google 协助发展新的手机 Pixel 手机。将来 Google 有计划全面并购 HTC 吗？台湾高科技行业要继续观察。好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到了这里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请留个 comment 在 FB 上，别忘记按个赞。下礼拜见。